我怀疑我男朋友出轨，送外卖的时候帮我拍一下屋里的人，不拍给差评。我是一名外卖员，这样的订单我已经不是第一次收到了。帮人捉奸挺刺激的，有的时候屋里的人见到我那个手机在门口，都会疯狂逃窜，或是对约我大吼大叫，心虚的不得了。这种的一看就是真的有鬼，反而是那种大大方方敞着门。 要求我删掉照片的，基本都是没事的。干这个事也有风险，之前遇到过脾气不好的，上来就想打我，这种我会赶紧跑路，然后告诉他老婆房间里有个女的。具体后事如何，就不是我操心的了。接下这单后，我第一时间加了那个女人的微信。送外卖是一回事，跑腿捉奸又是一回事，这是两单，要两份钱的。 在后台给我留言，我可不认。那女人极不情愿的给我发了个红包，还发来了一段语音。现在这外卖员就想着钱，就让你顺便帮帮拍一下，怎么那么多事？我直接忽视了他的贬低，收了红包，顺手回了句：“好的，美女，我现在就过去。”爱说什么就说什么，哪有赚钱重要？很快，餐好了。 我以最快的速度送到了地方，先开了手机的摄像功能，再按的门铃。您好，外卖到了。连按了几下，门内就传来了女人的声音：“老公，外卖到了。”女人，真有女人在，我瞬间激动了起来，八卦的等着房门打开。开门的是个男人，长得瘦瘦的，一副肾虚的样子。 看来小日子过得不错啊！那个男的狐疑的看着我，我没订外卖啊。我把手机贴在胸口上，回了一句：“那可能是你女朋友订的吧？反正地址是这里，没错的。”我也没订外卖啊。一个清脆的女声响起，那声音让我瞬间毛骨悚然。这声音怎么跟我老婆声音一样？ 我震惊的抬头，正看见一个身材高挑的美女从房间里往外走，身上只穿了吊带背心的和短裤，那胸前的波涛呼之欲出，白花花的大腿就在那么晃荡着。而这个女人就是我老婆王丽，她刚才是不是还叫了这个男的老公？王丽注意到我的目光，赶紧捂住胸口。 看什么看，你个臭流氓！我刚想说话，那男的推了我一下，直接关上了房门。门外，我气得发抖。为什么王丽会在这里？她不是跟我说要出去做美容吗？冷静冷静，万一是看错了呢？况且刚刚那女人的反应明显是不认识我的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给老婆发了一条微信：“老婆，美容做完了吗？” 我去接你吧，几乎是秒回。结束了，我正在和朋友逛街，晚上晚点回去。据我所知，老婆她的几个闺蜜现在都在外省工作，疫情这么严重，怎么会突然来到这边来找她？我又发送了一句：“哪个朋友啊？我认识吗？给你打个视频吧，总要让我看看你在哪。”这条消息一发出去，我就立马打了视频过去。 没有给他任何喘息的时间。然而，电话刚响几声就被挂断了。王丽发来了愤怒的表情包：“你干什么？不是说了我和朋友在一起吗？这时候你打电话过来，显得是很没有素质。”我不知道，我作为他的合法丈夫，给他打个电话有什么没有素质的地方？但很巧，这奸夫家的门不是很隔音，我只是趴在门口。 就听到了里面的电话铃声，那是王丽亲自挑选的视频铃声。她当初说，这个铃声是我的专属，只要电话一响，就会知道是我。现在想想，应该是方便防着我吧。他在外面干柴烈火的，我的电话进来，他好有个心理准备。可真是讽刺啊！我又盯着那房门许久，记住了这家门牌号，才离开。这下。 已经没有半点侥幸心理了。王丽，她就是背着我在外面偷腥了，还是个这么不中用的小白脸。刚刚她没认出我来，应该因为我戴着头盔看不清脸吧？手机嗡嗡的震动，是那个奸夫的女朋友。东西送过去了吗？他家里有人吗？我这时候才注意到，因为太过震惊，录着的视频都没有关。 我将视频的后半段都剪掉，截取到我被那男的推出房间，这样视频就很短了，但足够把王丽拍得清清楚楚的了。视频发过去后，那女人立马就炸毛了，连着给我发了好多的条的微信。我就知道那男的不是什么好饼。你在敲门，给我扇他们俩巴掌，加钱，我加钱。 我坐在楼梯间里，猛吸了一口烟，就扇两巴掌。这够干什么的？这就够解气了。我是咽不下这口气。三年前我跟他结婚，天价的彩礼全给了他弟弟，这些年我赚的钱也都拿给了他家里。我心里有怨言，但待他从来都是真心的。不曾想到，投来换来的是这样一个结果。手机一直嗡嗡作响。 那个女人一直在发消息过来，发泄着自己的不满。我熄灭了烟，回了一条消息：“打几巴掌就痛快了。”我这有更好的报复手段，要不要试试？对方明显顿了一下，隔了许久才说道：“你是谁？”视频中那女人的老公。对方没有再发消息过来，我也不急，反正对方肯定是看到了。 我收起手机，直接骑车回家了。不干了，谁爱干谁干吧。回家我就把那个小区地址发给了朋友，刚好朋友在那边的工作，很快就查到了。房主叫观音，这名字听着有些熟悉，不就王丽的老板吗？他在的那家小公司，顶多算是个小作坊。那小老板竟然还有钱买个房子，专门养小蜜的，难怪连门都不隔音。 当天晚上，我尽我所能将这个小老板查了个底朝天，为此各大查询网站的会都办了好几个。这老板确实要比我有钱，有钱很多。王丽跟他混，很有可能就是为了钱。那我的钱呢？我为了和他结婚，耗尽了家底，到头来什么都没剩下，媳妇还跟人家跑了。这事说出去，狗听了都得叹气。 我在心里骂了这对狗男女千八百遍，想着一定要把这些年的辛苦钱要回来，再离婚。王丽进家门的时候已经十二点了。十二点，这个女人在人家待到十二点才肯回家，还不等我开口质问，王丽就开始破口大骂：“你回来这么早干什么？这个时间点赚得多，你不知道吗？还敢回来这么早？” 我的火气一下就上来了。以前我总是忙到两三点才回家，为的就是凌晨的高佣金，能多赚点钱。你特么都出轨了，我还像个傻狗似的赚钱，那不是缺心眼吗？可我没有露出马脚来，若无其事的说道：“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？和哪个朋友啊？大晚上的不安全。”王丽表情没有半分的不自然。 聊天忘记了时间，不过我打车到楼下很安全。哦，我应了一声，语气不咸不淡，竟然是打车回来的。你朋友没送你啊？王丽没有了回音，似乎懒得跟我交涉。我又悠悠的补了一句：“我记得这里跟你相处比较好的，就是你那个老板了吧？”此话一出，像是踩到王丽雷点了一般。 暴怒的骂道：“你什么意思？怀疑我我出轨是吧？怀疑我跟老板有一腿？你个没能耐的，有什么资格怀疑我？我挣的钱比你都多，这就急了。听着，他骂的话，我捡了拳头。他那个破工作，原先也就两三千块钱，前几个月突然涨到了八千，比我的工资还高了一大截。” 现在想想，都是那个观音，合着那个时候跟他们两个就搞上了。我深吸一口气，装作无辜的样子。你怎么突然这么生气？我只是问问你们两个关系怎么样而已，也没说怀疑你们啊。王丽气势逼人，我让你问了吗？告诉你，这几天给我赚出一千块钱来，一千块钱。我有些震惊。 我跑一单就几块钱，你这张口就要一千，你当钱是大风刮来的呀？王丽上下打量着我，眼神中的嫌弃不加掩饰。你怎么连一千块钱都拿不出来啊？我弟要换新手机，我拿三千，你拿一千还不行？他这话中似乎给他弟花钱再正常不过了，那语气中的鄙夷让人恶心。我站起身来。 逼近王丽，你赚的钱都是婚内财产，不管你给你拿了多少钱，其中都有我的一半。你经过我同意了吗？你弟他是没手没脚吗？张口就是跟你要钱？李文，王丽大吼了一声，双手用力的推着我的胸口。你现在跟我分得这么清了是吧？我弟那是我的亲人，我给他花点钱怎么了？ 王丽夺门而出，走之前还不忘加了一句：“能过就过，不能过就离。”离，这婚肯定得离，不过不是现在。王丽这个弟弟跟吸血鬼一样，每个月都有各种理由要钱。王丽拿去的钱都够给人家换台车了，我还只能骑个小电驴，累死累活的赚几块钱。不一会儿的功夫，手机里就来了短信。 王丽直接刷走了四千块钱。王丽，你他妈真敢啊！我赶紧在线上改了银行密码。这钱我要是不拿回来，我都不姓李。手机突然亮了起来，是那个女人的微信。我出差马上回来了，我们见一面。第二天中午，我就见到了那个女人。她穿着一身干练的西装，手里还拎着公文包。 风尘仆仆的，显然是刚刚出差回来。他一眼就看到了，毕竟一个穿着黄马甲的外卖员，大中午的不送外卖，坐在咖啡店里喝冰水，确实有点显眼。女人人还没坐下，就开门见山的问道：“那个真是你老婆？”我没有回答，而是伸出了手。李文，女人瞥了一眼，但没有回握，只是自报家门。 我叫丁思琪，那天让你派的人是我老公观音，他的情妇叫王丽。也许是我没有以自己老婆的身份介绍，丁思琪的眼神友好了许多，在我对面坐下。观音是个小老板，手里攒了不少钱，但我确实没想到他还敢背着我买房，就为了养一个小三。丁思琪义愤填膺地说着，娇美的脸上带着愤怒。 我仔细观察，她是一张十分精致的娃娃脸。她和王丽还不太一样，王丽是阴柔中带着魅惑，而丁思琪是清新的，让人移不开视线。你看什么呢？丁思琪警惕的看着我，我赶紧回过神来，轻咳了一声。我要明确一点，你要报复观音，是准备让她抛弃王丽回来找你，还是和她离婚？ 当然是离婚了。偷过腥的男人身上永远都是臭的，还要他干什么？我要你跟我合作，让他们两个都付出代价。为此，我是带着诚意来的。我一挑眉，示意他继续说下去。丁思琪喝了一口水，说道：“观音他没有生育能力。”嚯，这可是个重磅消息。不过如此一来， 这个渣男就可以肆无忌惮的四处留情，还没有后顾之忧了。不过这件事情他并不知情。我们结婚三年，他一直催我要个孩子，却一直都没有要上，他就一直认为是我的问题。再加上他赚了点臭钱，每天都说我是个不下蛋的。后来我偷偷给他的体检中加了一项，果真是他不能生育。我陷入了思考。 既然如此，等他喜当爹，你就可以顺利离婚了。丁思琪目光炯炯的盯着我，所以，我希望你能让王丽怀孕。我拒绝，我想都没想，直接否认了。想起王丽娇滴滴的叫观音老公，我就犯恶心，连看都不想看她一眼。怎么可能会答应这种要求？丁思琪呆愣了一下。 显然是没想到我会拒绝，有些窘迫的咬着嘴唇。观音手里确实有钱，还有点人脉，这是我能想到的最好的报复手段了。看着他无助的表情，我的心软了，赶紧上前安慰道：“报复一定会报复的，但不是只有这一种方法。你今天带来的消息确实能起大作用。” 我和丁思琪在咖啡厅坐了很久，做好了准备以后才各回各家。我回家的时候，王丽还没回来，问了丁思琪观音也不见人影，那就清楚去干什么了。我给王丽发了微信，要她早点回来，不然就去单位接她。可能是怕我发现什么，她很快就回来了，进门就破口大骂：“你怎么又这么早回来？就赚那么点钱，还打算让我养你呀、啊？” 窝囊！我的胳膊上已经青筋暴起了。拿了四千块给他弟弟买手机，怎么不说？这会儿嫌我养不起他了，赚多少都不够他败家的。我强忍着怒火，将烧好的菜端上桌。别生气啊，老婆。我发现你最近食欲渐长，特地做了你最爱吃的，快来吃。王丽极不情愿地坐了下来。 眼神中还带着鄙夷，我全当没看见了，甚至还给他夹了几口菜。王丽吃了几口，胃里就翻江倒海的，立马冲进厕所吐去了。我跟在后面，满脸兴奋地说道：“老婆，你这个反应不会是有了吧？真的太好了，我们终于要有小宝宝了！真的。” 王丽眼睛里闪过兴奋光芒，我心里清楚，那光芒不是为我，而是可以犒劳金主的筹码。呵，开心去吧！王丽兴奋了一会儿，又立马变回了严肃的表情。不可能吧？我觉得应该不是，可能是最近肠胃不太好吧？说完，擦了擦嘴角，再一次坐回餐桌前，猛吃了几口。这一次，他强忍着干呕的欲望。 强行将所有的食物都咽了下去，我看着可笑。那你多吃点吧，我要去工作了。说完，我转身就走了。毕竟桌子上的每一道菜都下了料，我可不想亲自试试。不用想也知道，我一走，王丽就会给他的好情人观音打电话。别管是不是真事，这都是抱上大腿机会。所以，就算他去医院检查，也不怕。 即使查到没有怀孕，她也会选择隐瞒。而我要做的就是提醒她，引她自己上钩。只要她够贪心，就一定会上套。果不其然，没过几日，丁思琪就联系我说观音找她离婚，理由是感情不和。我冷笑一声，用脚趾想也知道是因为谁。只是没想到王丽反应还是很快的，几天时间就把观音忽悠瘸了。 宁可分丁思琪一半财产，也要离婚。丁思琪也不客气，直接找了律师清算财产，连观音优惠的小房子也都查了出来。当然，观音之解释那是他之前投资的房产，自然不会承认自己出轨，还让王丽怀孕了。丁思琪也不多说什么，就当做什么都不知道，就用了几天时间就签协议，办了离婚手续。 转眼间，丁思琪摇身一变成了个小富婆，连我都眼红了。分的财产和房子够我忙到下辈子了。可丁思琪对这个结果并不是很满意。李哥，我要的是这对狗男女遭报应，为什么要让我这么痛快的离婚了？我心里还憋着一口气呢。那畜生现在肯定还偷着乐，笑我连他出轨都不知道呢。 我心里暗骂了一句脏话，报复是报复，甩这么一大笔钱出来，还有什么不满意的？还我的话，我立马拿着钱出去潇洒去了，还报复什么？不过当着丁思琪的面，我肯定不能这么说，细心的解释道：“现在离婚，财产就已经分割了，公司再赔钱就不会损失你的那份了。”丁思甜心领神会，情绪高涨。 那可要把事情闹得大一点，最好让他赔个底朝天。我当然想这样，最好是这辈子都翻不了身的才好。对话之时，丁思琪的手机响了，是没有备注的号码，但这号码我太熟悉了，不就是我那个准备抱上大腿的妻子吗？我立马晋升，在一旁听着两个人的对话。王丽的声音轻快中带着嚣张，目的就是。 和丁思琪见一面，见面啊，这可一定要看看那个没脑子的婆娘能做出什么花来。他们俩见面的当天，我就在隔壁桌偷听着，那叫一个精彩。王丽从始至终都顶着腰，扶着小腹，生怕有人看不出她怀孕似的。她小心翼翼的坐下，挑衅的说道：“如你所见，我怀孕了，观音的。” 别看丁思琪平时咋咋呼呼的、很不靠谱的样子，但关键时刻还是很沉稳的。我跟他已经离婚了，你愿意捡垃圾那是你的事情，没必要特地来告诉我。有的人啊，生不出孩子还理直气壮的，也不知道哪来的自信，说是自己离婚的，明明是被人赶出家门的。从我的角度。 刚好看到丁思琪翻了个大大的白眼。如果你只是来跟我说这些的，请回吧，我确实听着有点反胃。王丽的声音又提高了几分：“你别装无所谓，我告诉你，我和观音早就在一起了，我们才是真爱，你不过横在中间的一个阻碍罢了。”早在一起是什么时候呢？王丽大大方方地说道：“去年年底。” 到现在已经有半年了，我这肚子里的孩子都已经一个月了，看到没？这是我观音的银行卡，都说了让我随便刷。丁思琪优雅的喝了一口茶，她的一半财产都归我了，你那能有多少钱？你没想到丁思琪说话这么气人，只可惜我坐的位置看不到王丽的脸，不然好想看看。 对方被气得有多么扭曲？据我所知，你已经结婚了，那你跟观音永远都不会是合法的。你们是偷情认识的，你猜他会不会因为偷情在抛弃你？王丽有些急了，你不用拿这些话刺激我，等着我回去就离婚，到时候观音一定会娶我的。那你让他好好加油赚钱吧。 毕竟他的一半财产已经到我手里了，到你那可就只有四分之一了。丁思琪这几句话戳人肺管子啊！几个回合下来，王丽不但没有挑衅成功，反而被气走了，这可太有喜剧效果了。王丽刚刚走出去，我就关闭了录音笔，大笑出声。这个王丽还以为自己瞒过了所有人，可以掌控全局呢。 实际上，如同一个挑梁的小丑一般，在我们眼皮子底下演戏完，也多亏了王丽的蠢，观音出轨让人怀孕，证据确凿。至于以后她会不会发现自己不能生育，并将这件事情大张旗鼓的告诉别人，那就是另一回事了。我将录音笔给了丁思琪，放在我身边，很有可能被王丽发现，还是她那里安全一点。辛苦了。 你做的很好，接下来的事情就交给我了，李哥。丁思琪有些担忧的说道：“王丽说话挺嚣张的，说不准已经找了方法搞你，要不要我那些钱出来帮帮你？”我轻笑了一声，调侃道：“这话怎么听着像是我要被富婆临幸了似的？”丁思琪的小脸瞬间红了：“我不是这个意思。” 你帮了我这么多，我总要帮帮你才是。我微微一笑，我从未问过丁思琪有多大，这想法倒像是个小孩子。那些钱都是你应得的，至于我的钱，我会自己要回来。告别了丁思琪，我直接回了家。一想到事情已经闹到这种程度了，也没有什么工作的心情了。今天王丽倒是回来的早。 应该是着急跟我离婚，连他的金主都来不及见了。进门看到我，立马就开始找茬。你就打算这么混日子了？不赚钱了？我看你就是不想跟我过了吧？这些话我已经听了无数遍了，早已经厌恶至极。不过为了接下来的计划，我收拾好自己的心情，咧着笑脸说道：“老婆，以后我都不用送外卖了。” 那工作又累又不赚钱。我高中的兄弟准备做生意了，渠道都已经找好了，就等着我来当股东了。王力刚想骂，一听到要当股东，来了兴趣，投资赚钱吗？不赚钱，我为什么要跟你说啊？我那兄弟之前做的几个项目，那都是几千万的赚啊。我虽然不能赚那么多。 但是跟着他几百万还是赚得到的，到时候我们可就是有钱人了，你就不用在那个小公司受气了。就那个小公司，我都能直接给他买下来。说到最后，我特地加重了语气，为的就是强调，未来我要比观音还有钱。更何况观音刚刚被是丁思奇分走了一半的财产，哪边的利益更大？ 就要他自己衡量了。王丽没有那么兴奋，反而是陷入了沉思，许久才问道：“你这个生意稳赚钱吗？”“当然稳赚钱了。”我掏出手机，拿出了准备好的转账记录，那是我让丁思琪转给我的五万块，后面我又把钱转回了那个账户。我这一周都在盯着这个事，确准赚钱了才敢来告诉你啊。 上周给了他五千块钱，这才一周的功夫就捡回头钱了。你说有这生意，我还送什么外卖啊？王丽抢过手机，盯着那转账记录看了好几遍，才抬起头，激动的问道：“赚回来的五万块已经投进去了？”当然了，我压低了声音，神神秘秘的说道：“说实话，这赚的是快钱。” 现在有这么高的回报率，之后就未必会有了。那快快把钱都投进去！王丽喊道。我摇摇头，叹了口气，没钱了，我的积蓄都投进去了。老婆，我之前赚的钱都给小舅子了，你看能不能让他先还我？等我赶完这一波红利以后，他要多少都有了。王丽没有回答。 他弟弟的钱肯定是拿不回来了，这些年拿走的钱早就让他败光了。我也没指望要回来那一份钱，我的目标是观音给王丽的那笔钱。行，你等着，我去跟他要。王丽一咬牙答应了。王丽的动作倒是快，第二天就拿了一张银行卡过来，整整五十万，还真不是个小数目。不过我早有预期，观音的财产。 被分走了一半，王丽这个后来者肯定心里不平衡，而能让他平衡的点就是和我离婚，再分走我的一半财产。这个节骨眼，我说能发财，谁能不上头啊？听丁思琪说，观音可不是一个大方的人，就算王丽怀孕了，也不可能给她这么一大笔钱。所以，要么是王丽自己弄来的，要么就是王丽给观音画了大饼。 硬要来的钱，我是不关心钱是怎么来的，我只关心到我手多少。我笑嘻嘻和王丽说：“老婆，有这些钱，我们就能赚翻了。你看，那天我投进去五万，这才几天时间就变成十五万了。”这个转账记录当然是假的，可王丽根本注意不到这些了。连续两次赚了钱，谁都会深信不疑的。王丽咬牙。 我弟弟现在还没结婚，先把那婚房抵押出去，等到过几天赚回来，我们就收手。我心里都要乐开花了，猛地点头。投资毕竟有风险，我们就投这一次，见好就收。见我如此谨慎，王丽更加信任我了。回去就把弟弟的房子抵押了，这个不长脑子的还用自己的身份证做的抵押，那可太好了。收到钱以后。 我直接把钱转到丁思琪那边，就没有什么作为了。直到几天后，王丽找到我：“李文，你的那个投资怎么样了？能不能先折现一部分？我抵押的是短期贷款，要到还债的日期了。”我立马从沙发上坐起来，满脸好忧愁嘛。老婆，现在没办法提现了，市场动荡，用我们的钱买的东西全部都砸手里了。 我兄弟那边已经在补救了，说不定两三年就能把本金赎回来。两三年！王丽惊呼出声，两三年他可等不了。不管是贷款还是他肚子里的假孩子，王丽傻眼了，拽住我的衣领摇晃着：“你是个骗子！还我钱！还我钱！”我抓住他的手，解放了我的衣领。什么你的钱我的钱的？ 这不都是我们的婚内财产吗？你放心，我们的钱一定会回来的。现在你的工资也高了，我在努力的赚钱，这窟窿肯定能填上的。王丽一把推开我：“狗屁的婚内财产！我的钱就是我的钱，八十多万败光了，凭什让我陪你还？还好意思说我赚的多，以后就打算吃软饭了是吧？” 我装作无辜的样子。我拿钱过去的时候，不是经过你同意了吗？那投资有风险，谁能想到这个红利期这么快就过去了？王丽大骂道：“我同意的是让你赚钱，谁让你赔钱了？我告诉你，老娘不可能因为你的失误降低我的生活质量。”看着王丽的情绪越来越激动。 我突然想看看这个女人能疯狂到什么地步，于是又加了点料。你放心，等这次的风波过去了，我一定把你的生活标准提上来。但是现在最主要的事儿就是把房子卖了。之前我为了多赚一点，还和一些组织借了钱三十万，把这房子卖了，还完剩下的钱足够我们租个好点的房子了。还租房子？ 李文，你要不要点脸啊？我要离婚，我觉得你一定是出去赌博了。我要求你净身出户。我轻笑了一声，你要求我净身出户啊？那你出轨怎么算呢？还和自己的老板？王丽愣了一下，立马拔高了声音：“你怀疑我是吧？我看出轨对象你吧，送个外卖。” 还敢出去勾人，你也配？一般情况下，这种大吼大叫的，就是心里有鬼了。我冷笑一声：“出轨的是你吧？”跟观音，这里还有一个他的孩子。我的手指尖指着王丽的肚子，慢慢划过，像是要把她的肚子花划开。王丽呆愣在原地，脸色惨白。你……然而几秒钟。 王丽又恢复了平静，鄙夷的看着我。既然你已经知道了，那就应该清楚自己跟人家有多大的差距。你就是送一辈子外卖，也达不到人家那个境界。即使这一切都是我推动的，但听到王丽的话，还是令人作呕。我一把揪住了王丽的头发，出轨还理直气壮的，谁给你的勇气啊？ 王丽被我拽的身体向后仰着，嘴里满是问候家人的叫骂声。我扇了他一巴掌，将人直接甩在沙发上，骂的也很是难听。终于解了憋了这些天的恶气了。王丽狼狈的爬起来，眼神异常的决绝。既然如此，算是我出轨了。我净身出户，你的债务自己解决，跟我没有半毛钱关系。我坐了下来。 点燃了一支烟，你就这么确定观音会帮你还债？这不用你管。现在起来去离婚，我自然不会拒绝。利落的起身，拿出早已经准备好的证件，出门了，完全无视了身后震惊的王丽。民政局今天没人排队，我们很快就办好了。看离婚，王丽甚至都没有回去收拾东西，叫我全部都丢掉就好。 而后转身就走了，我倒是不意外，他这般嚣张，不就是认准了观音会管他吗？那倒要看看这个婚能不能结成。第二天早上，我就带着丁思琪去民政局外面蹲着，果真蹲到了那两人。这下两人可以光明正大的在一起了，更是肆无忌惮的贴在一起。王丽死死的抱住观音的胳膊，一副小鸟依人的样子。啧。 这俩人真恶心！昨天离婚，第二天就来领证。我扇动着手里的扇子，擦了擦汗。这大夏天的，可真热啊。王丽让我的坑的用房子抵押贷款了，为了还上钱，肯定要拿孩子逼婚啊！丁思琪看着那对狗男女往这边走，扑哧一声笑了出来。我已经开始期待观音的反应了。说罢。 丁思琪就站起身来，朝着两人的方向走去，手里还拎着一份文件。我没有动，就躲在不远的角落里，这里刚好能听到他们的谈话。只见丁思琪走到两人面前，语气轻松：“哟，二位准备结婚了？”从我的角度，刚好可以看到王丽的表情，上一秒还柔弱娇羞。 下一秒就换上了挑衅的微笑。是啊，我们准备结婚了，我们的孩子可不能没有一个家。观音则是将王丽护在身后。丁思琪，我们已经分开了，希望我们能够开启各自的生活，不要打扰对方。丁思琪直接无视了观音，双手环抱在胸前，看向王丽：“你确定你怀孕了？”“当然。”“我告诉你。” 观音跟你离婚，就是因为你是个不下蛋的。现在我能让他传宗接代，他自然会选择我。王丽说着，又顶起了腰，抚摸他那平坦的小腹。观音死死的盯着丁思琪，生怕他对王丽做出什么事情来。你已经得到你应得的财产了，请你不要。他的话还没说完，就被丁思琪打断了。 他直接将那份文件拍在了观音的胸口上。正因为我拿了你的一半财产，我才要提醒你，看完了文件再进去结婚。观音不明所以，却看到那是一份观音的体检报告。他应该是想起了那次体检，表情变得严肃起来。半晌，直接转过头，将王丽推倒在地上。王丽被吓了一跳。 不可置信的看着眼前人，你疯了？我还怀着孩子呢，干什么推我？观音的眼睛通红，大声的指责：“谁的？谁的？你是说孩子？当然是你的，不是你的我，我为什么要跟你结婚？不要听那个女人的话，她就是要挑拨我们的。”此时的丁思琪。 已经在旁边的楼梯上坐好了，正撑着下巴，光明正大的看戏。王丽那边就忙得不行了，她不断的安抚观音，哄着她往民政局里走，可观音就是不肯移动半步。王丽，你偷拿我的银行卡，五十万说花就花没了，我都没有怪你，我对你不够好吗？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王丽声音提高了几分。 这件事情不是已经说过了吗？那张卡算是你给我的彩礼，怎么还要提这件事？再说我们马上结婚了，还分什么你的我的？不结了还结什么婚？你给我该干什么干什么去！不结了！王丽突然抱起：“我都怀了你的孩子了，你还想甩了我不成？我告诉你，不可能！今天这婚必结！” 观音的脸色依旧难看，一脚踹在了王丽的小腿上。“你给我滚！”此时的王丽哪里还顾得上形象，上前抓住观音头发。“你不想结婚是吧？”“好啊，大家都来看看啊，这个渣男想要抛下怀孕的我了。”周围的人不少，很多刚刚就注意到这边的闹剧了。“你给我闭嘴，我跟你没有半毛钱关系。” 观音大声呵斥道：“怎么没有关系？我为了你婚都离了，你必须得养我！”妈的！观音骂了一声：“我特么不能生育！”噗！我确实没忍住，刚喝了一口水，立马笑喷了出来。没想到观音这么勇猛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大喊自己不能生，这可真男人啊！此话一出，王丽也傻了。 半天都没说话，许久才喃喃道：“你不能生，我没有生育能力。我倒是想知道你肚子里这个孩子是哪来的。”王丽慌了，他上前想要抱住观音，却被对方一脚踢开。观音，你听我解释，解释个屁！你勾引我，破坏我家庭，还给我戴绿帽子，我特么打死你！ 王丽都吓傻了，一边跑一边哭喊：“我我没怀孕，都是骗人的！观音，你要相信我啊，我们才是真爱啊！”两人的戏份录得差不多了，我关闭了手机的录像功能，走到丁思琪身边坐下。丁思琪也不知道从哪弄来的小零食，递到我面前：“爆米花、花生米，要来点吗？” 我接过一袋零食，悠哉的看着那边扭打在一起的两人。你说他俩还会在一起吗？丁思琪问道。我摇摇头，都这样了还能在一起？那真是为民除害了。为民除害啊！丁思琪笑了。那我还是祝他们俩早生贵子吧。话音刚落，那边扭打在一起的观音突然跑了过来。 在丁思琪面前跪下，急促的说道：“思琪，之前都是我不好，是我被那女人蒙蔽了双眼，你原谅我，我们重新在一起好不好？”丁思琪瞥了他一眼，直接伸脚把人踹到一边去，滚开，别打扰我看戏。观音应该还不认识我，根本没注意到我的存在。而王丽跑了过来，见我又是破口大骂。 你怎么在这？你们怎么坐在一起？我知道了，是你们和起火来挑拨我们的关系的。我放下手中的花生米，大大方方的承认了。怎么不是呢？不过闹到今天这个地步，都是你们自找的吧？观音确实不能怀孕，这又不是我们能左右的。王丽大声喊叫着：“观音！” 你听到了吧？他们就是和起火来整我的，你得跟我统一战线啊！不等观音分辨，我就先开口了。确实就是想报复你们广告公司的老板，潜规则下属，致其怀孕，在民政局门口大打出手。这标题够震撼了吧？说着，我当着他们的面将刚刚录的视频发了出去。别。 观音赶紧抢走手机，摔在地上。这倒无所谓，反正我语已经发出去了。我盯着地上碎裂的手机，故意破坏他人财物。关先生，赔钱还是跟我去警察局？观音咬着牙关：“我给你买个新的。”后来，那段视频在网上传开了。丁思琪嫌事情闹得不够大，又将最开始我替他捉奸实录的视频。 还有王丽上门挑衅的录音陆续发到了网上，这一下就炸开了，观音的形象大跌，再也没有人敢跟他合作了。事情发酵半个月，观音和王丽一起找到我，我本来不想搭理的，但他们的态度实在是太诚恳了，进门就跪下了。我坐在沙发上，两人一边一个拽着我的大腿。观音已经苍老了许多，哥，求求你放过我。 我的公司已经倒闭了，我真没钱了。我不该勾引你老婆，您就大人有大量，帮我澄清一下，只要说那视频里的人不是我就行。王丽满脸泪水也附和道：“对对，李文，我们毕竟夫妻一场，求你帮帮我。之前我给你的那五十万投资钱是观音的，他现在报警说是我偷让他的钱。” 银行那边也已经催我还款了，求求你帮我想想办法，我真的没钱了。观音立刻转头：“你这个女人怎么回事？来之前不是说一起求情的吗？”王丽带着哭腔说道：“那你凭什么报警说我偷你钱？你不就想逼死我吗？”两人再一次扭打在一起，只不过上次是在民政局门口站着打。 这次是在我面前跪着打，我说我一开口，两人立马安静了。我请了下嗓子，你让我澄清，可我拍到的都是事实，我也没造谣，有什么可澄清的呢？至于王丽，之前我们是夫妻的时候，可没少帮你弟，现在也是他该感恩的时候了，你找他帮忙去吧。这话说完，我是务必舒爽。 这些年被他这个伏地魔压迫，终于出了一口恶气了。我直接将两人请了出去，从此之后不会再过问这两人的事情。